章讲过了，就是三转十字形法轮，那就是啊，空寂灭度。那佛陀呢，伊的慈悲啊，从世间的真理，迄、那个源头呢，来自苦，无苦都唔免修行啊。既然要修行呢，咱来去了解苦，所以甲咱现世叫做世转，这是苦啊，有必必性。开头就甲咱讲啦，有的人都拢了解咯，有的人无了解，就是搁在第二轮，甲大家人讲啊。这是苦啊，您应该知哦，来劝说，让大家人见过在一当认清这个苦，咱应该来透彻了解啊。有的人是不是安尼都拢总了解呢？佛陀呢，就搁在正转来证明。这个苦你要透彻去了解啦，我嘛拢已经透彻啦，所以我既然透彻，从这个道理，我再来甲大家人分享，大家人应该呢也都爱知，知都爱修啊，那修才会当正啊，这就是啊，这四转啊，宽转啊。正转吼，见证这个苦呢，是世间啊万事万物啊的颠倒，就是因为呢有这个苦，就了真侪原因，所以道理呢就从这个所在开始延伸起来。那所以在经文的内底，咱也会当了解这个十二行法。自然啊，咱就会当记住十八不共法啦。什么叫做十八不共法呢？不共者，就是诸佛之地大乘，不为之德外显露，那一切功德智慧。不以众生自性及诸菩萨共有，那就是佛啦。伊到个智德无上啦，所以虽然伊一直呢在咧教菩萨法啦，但是呢，菩萨也可有真正的微细的烦恼未断啦，所以。也无法度甲佛同等的境界，所以讲这个不共法，菩萨呢都也无法度甲佛呢安尼共同平等起来，也阁有微分的烦恼，也未透彻。何况讲哦，自性的圣人呢，声闻缘觉，更还阁在离佛，而这个地呢，还有一段的距离。那凡夫都免讲咯吼，因为呢，佛啊，伊的内德啊，这个德呢是内面已经足充实啦，所以也当然显出了外面呢，这个德相啊是圆满无缺吼，所以这就是讲菩萨以下一直到凡夫不共同一点啦。所以叫做十八不共法，到底有什么十八种无共呢？那就是讲，第一心无实，意思就是讲，佛将无量劫来啊，常用戒定慧慈悲，安尼来修心呐、啊，这功德啊，已经满足。所以一切烦恼寂静，安尼叫做心无实，这是佛陀无始以来所修行的经过。所以
爱向咱未来的众生，一直不断呐，甲大家人实现，甲大家人讲解这种心无私的方法，咱来保持咱的心呐。那心就是造作嘛，一切的业都是因为这个心呐、啊，去伫咧造作。但是咱的心会当修改，修的地位，那咱的定力有够，自然呐、啊、就无有失念去做着唔对的代志。所以呢，咱也是同款爱学好心无实哦。人讲心是再多气嘛，咱修行啊，都、就是爱有辛苦。才有法度修行啊！无这个辛苦呢，安怎叫做修行？所以，咱应该呢，爱好好注意咱的心性哦。那第二呢，就是口无实，除了心呐、啊、的行为，爱真阻碍，唔通有去。一点啊，会相信做着唔对的代志，以外呢，咱口开口动舌，无不是业哦。所以呢，咱也都要注意，咱伫咧讲话，所以佛陀已经是口无实啊吼，那就是佛具无量智慧辩才，所说之法啊。随众其义啊，皆得正悟，安尼叫做口无实。佛陀的智慧，伊用无量的辩才啊，来甲大家人开示。那不管众生是啥物款的根基，他就是应机道教，向无共款的根基的众生。随意会听到，会当接受，佛陀呢，伊就会当随机祷告，这就是佛陀的口德哦。那讲的拢是不妄语，那拢总完全是实语，和众生呢会当相信。所以这就是佛的口德。第三。是念无实，那咱要会当心无过实，口无过实啊，那当然咱爱顾好咱的心念咯。那就是啊，佛啊，伊所修的呢是心清的禅定啊，所以心不散乱，以诸法中啊，心无所着。第一安稳处，故名念无实。意思就是讲，佛的心啊，永远都是在那个禅定中。哪怕是在人群啊混乱的所在，伊的心呢，还是真正的定啊，真正的定寂清净哦。所以呢。心无散乱，不管什么款的环境哦，心都是无散乱呐。那不散乱的心啊，它不管面对着什么款的环境啊，都是第一发中。那什么环境，佛陀拢真清楚啊，所以伊会当头随境随机去祷告，就是因为呢。伊的心无散乱，所以不只是无散乱啊，在境界中呢，伊嘛无所着。不管是虾米款的境界来游戏啊，都、就是如如不动。那就是因为呢，伊的心不着于境界。不过呢，一切境界诸法呢，都、就是明显伫伊的心念，这呢。叫做第一安稳处，咱凡夫啊，
那是伫静静的所在，啊，心真静啊，无虾米烦恼。但是呢，有虾米代志境界现前呐、啊，那心都对着不安嘛。佛也不是，伊的心呢，随着这个境界，还是呢，真正的安定而无所着。这就是第一安稳处。第四，就是无意想啊，意思就是讲，在这个心念中啊，会当头真静定啊，那就是呢，无意，无意就是一哦，它第一之外无外哦，无有外啦。所以呢，伊的心呢，都是安定伫迄个安稳中啊，无有各样啊。咱人拢是呢，意象纷纷呐。有人一句话讲，意象天开，就是啊，咱明明都是安呢，但是呢，那还是呢，这个心定未伫现境，搁再有其他的境界，都亲像我即马伫咧讲话。无听到有个人的心啊，无随着这个声音去理解，声是有听到，但是心呢，想伫外面，安尼想入非非啊，唔知非对倒去啦。真呢，就是咱凡夫，但是佛的心伊的定啊，就是啊。两足在足，就是伫这个所在，无有过异相哦。这就是佛呢，在一切众生平等普度，这名叫做无异相。那除了咱的心嘛，有这个各样自然人都会分别嘛。佛陀呢，对众生无分别啦，是众生如一住，所以对咱。的心量无杂，而且呢，甲人看作呢是一吼、哦，这就是佛陀以无异相吼，所以咱应该爱真用心嘛。在人甲人的中间，咱爱用平等观呐、啊，共同的关心，同款的爱来对待。每一个人，安尼呢，才会当慢慢训练，训练到佛，同款的无异相啊。那第五呢，就是无不定心，意思就是讲啊，佛呀，日常的生活，伫行住坐卧。尚不离心清性定，安尼叫做无不定心，在伫行住坐卧中啦，佛陀迄个心念就是一立心伫一处啦。这个处呢是啥物处？都只讲第一安定处，无唔对。这个所在叫做心清性定，迄、那个安定啊，而且呢非常的深啊，这就是佛呢，甲咱无同的所在。咱呢，哦，一点啊，外口有声音嘛、啊，咱都去互外面的声音，甲咱影响啊。那、啊、这呢？唔只是讲话的人啊，受外面的声音影响，听话的人嘛会影响啊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不得不稍微停一点啊，让这个时间过去，让声音消过去。那咱总是呢，爱有安尼去配合。那佛陀啊，伊伫迄个清净中。伊未受周围的环境所障碍啦，所以这就是无不定心。佛陀呢，伊心永远都是在定中啊。那第六呢，
无不敌机下，吼、哦，那这下下就是下主烦恼嘛，吼、哦，那么咱爱怎样？佛的一切法啊，世界照见吼，哦、明了，所以呢，以教化道堂下。咱人呐、啊，无真在道理啦。你叫伊写，真难呐、啊。要写啥个呢？写一切的烦恼吼，无有一法唔知影，所有一切拢知呢，他才有法度通我写啦。所以，文言内底就是安尼讲啊吼。那佛以一切法啦、啊。世界照地放下，那无有一法不了地啊！以下之者，是名无不地一下，就是讲拢总知影了则下。所以各位，这叫做不共犯吼。哪怕是菩萨啊，也阁有一个迷昏烦恼，就是也未下。那佛陀呢？就是连迄个迷昏的烦恼都拢无啦，所以下啦。这个会当下，就是因为呢，无不敌意下，无有一人唔知影，所以拢总下。这就是啊，烦恼啊，烦恼呢，爱下掉啦，才有法度入迄个心清的定力。才有法度呢，安住伫第一安稳处吼。那那是一个迷惘呢，实在是安稳未落来。哪怕是迄点啊，还是赶快安稳未落来。那有法度讲，深入迄个心深一相定呢。所以这点呢，就是佛陀的智慧已经真来充实。外面才有法度通显出了迄份圆满的德相，那就是因为呢，所有一点啊的瑕疵都拢总无啦，所以佛德圆满啦。那第七呢是欲无减，那什么叫做欲无减呢？烦恼都拢下。啊，这个欲哪会无减吗？来，安尼讲吼，佛及众生相欲度诸众生，心无厌足，是名欲无减。因为佛陀的希望，这是欲呢，就是希望，希望就是愿呐、啊。这个愿呐、啊，愿心啊，永远拢无减退啊。哪怕是生活啊，佛陀呢还是不断呐、啊、来人间，所以啊，咱伫释迦佛的时代2000多年呐、啊，咱现在也阁讲娑婆世界教主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，伊还是同款伫这个娑婆世界。为教导众生啊，还是伫这个所在，所以伊一愿呐，只要是众生也搁伫这个娑婆世界，那佛陀呢，还是同款来来回回，就是伫娑婆世界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佛的愿力哦，所以这个愿力无减。这个所在叫做欲，欲就是佛的宏愿啊。所以呢，则讲佛具众善，佛陀呢是具足一切的这个善呐、啊，有善就无恶嘛，吼、哦。那这个最后极善，咱常常伫咧形容讲真善美，唯有佛有资格，就是、啊。最真最切啊，最至善而无有下位，迄、那个透彻晶莹的水，那
唯有佛有这个资格称为真善美，迄种的这个愿力啊，还是无离开众生，所以相欲度诸众生啊，心无厌足，定都是要度众生，还是因为伊无法度通离开众生，就是这念的善心，这念的爱，所以呢，伊无法度通离开，都亲像祖庙呢不下伊的镜同款，所以相欲度诸众生，伊的心啊无厌足啊，菩萨度众生啊。嘛是无嫌众生罪啦，众生虽然真罪，但是呢，还是无厌足。同款呢，未嫌讲哪会这么罪，哪会还阁度未完，未啦。所以才叫做心无厌足，安尼呢，名欲无减哦，这个愿呐、啊、无减退。哪怕呢，时间偌长啦，空间偌宽啦，众生有偌侪啦，佛陀这份的愿力啦，都无减哦。所以啊，咱学佛啦，应该爱学这点的愿力哦。所以咱讲呗，我佛都是爱我佛的一切嘛，不管是啊，以以这个。心口意顶顶啦，参加呢内心的世界啊，一份的安定啊，哪怕是混乱中呢，他的心也是真定。哪怕呢，在众生恭敬啦，隐隐的众生，他对听受众生的爱呢，绝对是无减退，这发心力。所以大家人还是爱记起这个七以上，后面还有十一呢，所以大家人爱多用心啊。